天是12月31日，现在位于尼泊尔仁青林市，正在进行的是第15届祈愿世界和平一遍马林闭关法会。主法善师尊贵的努巴仁波切，现进行的前行，今天要圆满的一遍马林法会。著名的一遍马林祈愿法会，渊源于当代藏传佛教著名的善师祖旺公爵洛波仁波切，年年一次的祖旺尼泊尔仁青林寺，每年都会在年底举办一次一遍马林法会，纪念善师，同时祈愿世界和平。年年一次，即使经历尼泊尔大地震、主殿壁裂未修的险境，努巴仁波切依旧坚持不间断，每年坐坐引领共修，亲传主法，根据传规，源自于传承，圆满的持诵一遍马林法会。大成就者祖旺仁波切也叮咛过人们要持诵六字大明咒，一天至少5遍到1000遍的六字大明咒。如果每日诚心的持诵六字真言，我们的生活将会逐渐改善，同时也会如意吉祥。今早的前行是预备的下午，要圆满的一遍的一遍马林。